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小马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熊卓卓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乞力马扎罗山的这个最后的一道大门口啊，马上就开始登山了。给大家看海拔，现在海拔是2250米啊。然后呢，我们要驱车先去往这个3800米的地方，从那儿开始登山啊。然后我们是雇了我们这几个人啊，总共是有30多个人服务我们啊，其中呢有背夫。背东西的，在这称重的现在，然后呢还有这个厨师，还有向导，总共有31个人嘛，就我们小团队啊，浩浩荡荡像迁徙一样直接上山 ，too much people， 哎呦喂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来，啊，这大门口专业称重的，每个人的行李不能超过20公斤啊，一个背包，因为他一个背夫背一个背包啊。因为他们这背夫呢，有这个背帐篷的，有这个背食物的，还有这个背我们的就是这个睡袋啊什么的啊，就杂七杂八的东西。而且我们得爬6天5晚啊，爬到第4天的时候呢，我们还请了就是背夫呢，要上去给我们送新鲜的羊腿，啊，营养必须得充足。你看，开始了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疯狂拍照。哎呦喂，母族里啊。哎，他俩可享福了，跟着我啊，跟着我去完塞伦盖蒂啊，又来到了乞力马扎罗爬雪山，啊，我们就能看雪去了。你还带了新鲜的青菜啊，黄瓜、茄子、香蕉，上去就做饭，还有这个煤气儿，18公斤一个，那个18公斤啊，煤气炉子，不能超过20啊，这是20千克，超过20的话就得往外拿，往出拿。人少了真上不去啊，因为你得在山上露营啊，这6天5晚必须全住山上啊，每天晚上爬，每天爬一点，每天爬一点。你看这一脸诧异的，哎，数字牛啊，哎牛啊，母族里啊，你看我的是租的，哎 ，boss 租鞋，你俩买新鞋 ，vivi boss， 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啊，开心吗？开心，开心啊，挺高兴啊。你老板租鞋给他俩买鞋，我。你俩老板，你老板，嗯。啊？我问你 people 真的。啥了？声音怎么讲？哎呦我的妈呀！还差点还惊讶上了，人少上不去，啊，必须你看这多少东西了，大包小包的，啊，你得付的，你不加固吗？嗯。啊，得加固啊。啊，对，随着看，这是我们坐的这个车，这是向导坐的这个车，巴士。给大家看一下天气啊，你看乞力马扎罗国家公园，哇靠，全是降雨啊，幸好带雨衣了啊。他这个手续特别繁琐，得各种检查啊，然后交费检查的地方。我们三个人啊，我跟两个保镖，我们一共花了2000多美金呢，啊，非常贵啊，登山也非常贵。弄完了，啊？真的给你们家了，新干的。啊，真的给你们家了。$dollar免他弄。太贵了哈，太贵了。行，玩吧。我500美金啊，他一个人就加租东西是500美金，不算在外边吃喝。因为他两个是当地人啊，当地人他两个登山的价格要便宜一些。你像我们的话啊，你分线路啊，不同的线路不同的价格。你像我选的这个线路的话，基本上是1000多美金啊，1000多，确实还登山还是比较贵的。这乞力马扎罗的喜鹊、乌鸦的都成精了，这么大，好大好大。我们这团队登山的一共9个人啊，然后我们分了2波，我朋友昨天早上已经开始爬了，我们今天开始爬，然后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营地汇合了。看到了黑白油猴啊，黑白油猴，看见没？现在我们从大门口已经出发了啊，现在正在爬山途中啊，2辆车30个人上山嗯，你看这漫山遍野种的都是胡萝卜啊，你看人们都在这儿拔萝卜拔萝卜拔萝 卜,
拔呀拔萝卜。现在海拔是2760米啊，你看外面的植被都已经变成了矮的灌木丛了，从密林深处已经到达灌木丛了。海拔每升高一点，它这个植被它就都会变化啊。现在海拔是3400米啊，你们看这植被又变了啊。那儿有一个营地啊，我朋友他昨天出发的，他今天中午现在在那儿吃午饭呢。我们现在去另一个营地啊，然后能看见乞力马扎罗山啊，那儿，然后那儿。现在呢，车把我们送到了3400米的地方，然后我们现在得徒步啊，徒步向下一个营地进发。看我身后啊，被云挡住了，乞力马扎罗山。乞力马扎罗。直接。直接，真的呀？真的。出发，出发。出发，出发。走走走。就这么走啊，我们得走6天5晚啊，看着近其实很远啊。你看雪山出来了啊，雪出来了，那儿雪，哎呀，慢慢走慢慢走，要不缺氧了就麻烦了。大部队来了啊，大部队，看头顶着我们的背夫，一个一个的啊，前进前进。向导嫌我们走得太快了，给我们拦住了，在这休息一会儿啊，要不然气短啊，气短。多漂亮啊，真太漂亮了啊，乞力马扎罗山。走吧，走走走，还抹油呢，木头在那啊，注意，还挺注意皮肤保养啊。走吧，装备挺啊，挺全的装备。前边马上就到了我们第一晚的营地了啊，在努瓦利。看这花了吗？他们就统称为乞力马扎罗之花，只有乞力马扎罗山上才有的，因为这里海拔高，气温低啊。出马是巴里地，雪那叫雪。现在海拔大概得3900了吧，3800多了吧。嗯，木头子确实强壮啊，死壮。哎呦喂！这是真正大个儿的乞力马扎罗之花啊，再往上就看不到了。向导一直给母兔兔介绍呢，他说这个花可以活100到150年啊，而且下面这个枯草就暖和的时候它自己张开，冷的时候它自己闭上了，它就看着像枯草，它还挺有生命力的啊。马铁斯在那儿干嘛呢？母兔里啊，有母兔子，嗯，还行吗？没毛病。嗯，马铁斯呢？啊，还行。还行啊。嗯，好啊，那还行，继续走啊。走啊，全副武装。累死了。你看，我们在处在云里面了啊、哦。啊，在云里面，爬到一个山的山尖上了，然后再翻过这儿就到营地了。累死了。累死了，累死了。都躺上了，都躺下了。一个累死都累死了，我们的向导累成狗。终于到营地了，走了好几个小时啊，上面风特别的大，上面风，你看下面的云，这风景太美了。我们还没吃饭呢啊，现在下午了，我们赶紧吃午饭啊，得吃饭去吧，走吧，走啊走啊。第一天第一个营地，今天晚上在这儿睡，帐篷都扎起来了啊，露营。马姐，母豆豆，果然了黑啊，微微。母豆豆吗？说实话，我也是第一次住帐篷啊，还是在乞力马扎罗山上。这背夫跑的是快啊，背夫把凳子给我们搬上来，然后我们在这儿可以休息休息，吃个饭，然后进帐篷休息了，然后明天再出发。看看我们山上的装备多全啊，茶，乞力马扎罗茶，咖啡，奶粉啊，这个热水啊，最关键的是热水啊，嗯，啊，还有糖啊，全货全，然后意大利面正在做啊，一会儿吃完了直接进帐篷睡觉。看啊，白云皑皑啊，啊，这白云就在眼前啊。
看看我们带的纸巾 T 恤 big big 胀气了啊，胀开了，这是气压太低了，它里边气压高就往外胀，太冷了，这山上还好我们背的军大衣，确实带劲啊，这个太管事了。然后给我们准备的水果饭一会儿上来，这水果百香果、牛油果、冬瓜，太好了，不冷了。上饭了啊！你看咖喱鸡和意大利面，这个还有水果，赶紧吃完睡觉了啊！快吃！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了，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